停！总这样也不是办法呀。那我们解散吧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站在真正的舞台上，唱着自己喜欢的歌？喂，您好。停！恭喜你们通过。银图，这就是你说的舞台吗？这个我们唱不了。违约金按人头算，一人10万，一次性交费。好好唱啊。C 调没问题吧 ？C 调有啥呀？狂啥呀你？不用你教我咋唱吗？你们懂什么叫音乐吗？你懂什么叫音乐？那好，你告诉我今天你唱的什么调？说，你管我唱什么调？唱 B 高就完了。至于发展成这样，我们谁都没想到。你们不适合干这个，你们也不配。给死人唱歌都唱不好，当哪门子偶像？你们呐，路还长着呢。这是什么 ？Loop 公司的邀请函。公司会尽快安排你们首演，加油！加油！珊珊，你们到时候能来吗？不可能。我们朋友去世了，我们连葬礼都不能去参加了吗？干我们这行晦气。如果再提，我就停掉你们所有的演出。离我们远点也好。像这种粗俗晦气的演出，我不明白你们在坚持什么。如果没有这样一段经历，我想今天的这一切都不会开始。我们回去。怎么着？五个人能一起好好奉陪到底，那就干出点名堂。